OK， 今天呢是好人爸爸的白事。我们知道好人是肯定不得空拍了，然后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留做一个纪念呢，所以我就把它拍一下，拍了看他要不要 post， 自己剪自己弄了，我们把它拍住先就对了。我其实犹豫很久，到底要不要拍了，然后 Tomato suggest， 他帮我拍这样，看了拿起相机，我就想讲一两句。今天是我爸丧礼的第二天，然后我相信我爸爸也希望看到我们是开心的欢送他离开。来到另外一个极乐世界这样子，所以我自己也想了很久，我真的是想记录这一切，因为我的 vlog 也算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因为我听说人走过呢是一种意念的存在，所以我把意念应该是会输进去我的这个 YouTube vlog 里面看我现在的生活。我就觉得我 vlog 突然间多了一个意义这样，所以我想记录一切来给爸爸看。 I mean 该哭的该伤心的都已经过了啦，我们现在应该要继续让爸爸看到我们开心的生活着。那真的很想记录这一次的丧礼啦，相信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爸爸会离开啊，这样迟点再分享啊。首先给你们看 Tomato 这个，在花圈的世界里面它应该属于 AI 级 level 了，拍架花圈就这样。然后谢谢董文东刘星，然后在这边呢也来了很多亲戚朋友，嗨嗨嗨嗨，然后真的谢谢你们有这份心意，然后也有送花来的朋友商家，非常谢谢你们呐、啊，真的非常多，没有办法一一感谢。然后爸爸现在就是在我们家安详的睡觉，然后爸爸就不拍给你们看了。爸现在化好妆，爸爸不是很喜欢上镜，我还是讲你们看就好了。你在看爷爷。爷爷帅帅哦，跟你爸一样帅哦。OK， 现在要烧镜子给爸爸。这个人啊，酷啊，一星啊，你酷了几次？酷啊，100次。100次啊，做点小仪式这样啊。不知道，这里咁样，镜子俾你啊，放了 OK， 要老。OK， 要供养。都到换啦。我记得还懂啊。三百 two three， 怎么样 ？OK 吗 ？OK 啦，不用担心啊。叫爸爸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看着你的。啊 ，OK。哎呀，我都跟爸爸讲了，我们会照顾你的，不用担心。哭很多次了，那一心，那一心 boy 是从小就我爸就特别疼他，跟为什么一个缘分就被我开展。每个半个礼拜，很多人也会问他，在我爸周末每天看到他，就是因为有个缘分呐、啊。然后就从小他我爸开展之后，我也会看着他。当然睡觉了，去睡觉了。喜欢黄色。你们记得吗？以前我拍 vlog 的时候，我拍过一个我家的小女孩，一直弄你 plastic 的，长这样大了哦。觉得，有看过吗？这背啊，我一次讲 plastic 这样。来，像我们看我们都治疗5次，看有没有消息。这位叫 Ananda Go， 他是有点能力，可以治疗骨刺这样。你断掉了吗？不要大炮大炮这样啊！哎，你讲 exactly 你哪里痛先？他问你，你忍到痛没有先？忍得到，忍得到，忍得到。他刚才讲跟你讲，他问我你可以忍得到。啊、对，巴哈，这个，巴哈就对了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放松讲真的，真的很痛，那些我想 cancel 这个 job。我的经纪人在哪里啊？你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种出来是什么？买买东西咯。Manager， 我的汗出来了啊。Excuse me。我觉得已经 OK 了啊。我差不多要还手了。请问这样打要打半个？哇！他讲我当你点一下，刚才他是讲点一下，讲真的真的有效。哦呦，可能是这边痛变这边不痛了。哇，我也没有看过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好一个白老鼠，因为我们都有骨刺的问题，这样，然后就下来试试看。
满头大汗，满身大汗，不是满头。OK， 现在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，真的有好一点吗？对的，真的吗？他讲的好一点，看来好像有效了。柯蒂也来。那现在已经来到大家最后一天，就是今天爸爸就要住进去班格洛了啦，来特地请来。大喊的翻脸才回来 ，miss you， 多谢，那么多谢，谢谢。哇，博宇，给叔叔看，这个博宇爷爷，你将会画画了的，你看，他画了，我画了，爷爷，哇，画得很像哦，啊，我爸戴眼镜啊，博宇永远记得你，谢谢你啊，等下送给爷爷啊，爷爷。讲不出来就心里面讲，妈妈最主要是跟先生讲，就说叫他放下所有的牵挂，安心上路。儿子你们都长大了啦，就是将来帮担心你们，那我留一点时间给你们。安生，安生讲。就安息上路啦。你要跟爷爷讲什么吗？爷爷，我会开花长大。我有画一个图画给你，永远记得你。OK。我画美美的图画给你。画画画。你记得看哦，讲记得看哦。爷爷。I love you。爸爸，保佑我哋一家人平平安安。一路好走，放低所有嘅嘢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有请师父为我们进行诵经仪式。OK， 现在呢，出殡了，所以现在送安哥最后一程。第一天本来我们一起show，然后我去不到，一玩了马上赶下来，谢谢你们。
你看博宇几可爱。OK， 现在呢就去我爸班格洛了。怎么样？上 bus 到这边了。哇，你以后上学也是坐 bus 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哈，这边呢就是我爸住的地方啊。漂不漂亮？安不安详？美不美？我跟你讲，这边呢是距离我的新家5分钟距离而已，距离旧家15分钟的距离而已，所以我当初就很想买这边，就可以很时常回来看爸爸，有什么心事啊，就来到他的bungalow前面来聊聊天，讲讲话。送爸爸最后一程，因为呢，我们每一年都会去清明节，都是爸爸带着我们去拜公公，就我爸爸爸爸，然后都是土葬，然后有子孙像，地比较大，可能以前买下来就一直有这样的 culture， 所以我就很想 keep 回这个 culture， 我的爸爸，所以呢。就买了一块地，之后也会做类似这样子的墓碑给爸爸，这样子我们呢每一个星期都可以来跟爸爸聊天。Hello， 到入土为安。多帮你做这个，很多。需要你干帮的喽。我爸爸。爸爸在那边 kiss 着你，你给姐姐看。爸爸在 kiss 着他。哈哈哈。没有了。还在吗？还在啊。那应该是爸爸聊了。跟着我回家。小蜜蜂。还在啊。在。你要拿上班要叫爸爸上车哈，下班也要叫吗？你叫你坐巴士。好像是我爸爸哎，还在啊？哎，我明啊，跟到你呢度。什么？上车啊？坐巴士啊？下车咯。翻去啊？翻屋企啊？翻嚟。到上巴士咯。翻屋企先啊。我觉得刚刚那只蝴蝶，它一开始在我哥的衣服，我看到有虫嘛，然后我就拉开了一下，然后跑去 Richard 就是姐姐的老公的手上，然后又跑来我脸上，三个都是男的，还是 feel 到他要吩咐我们男的要好好照顾这个家，而且他还来我的脸上 kiss 了一下，很神奇的一个 feeling。好像全部都对上，然后有意思这样，我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感觉。OK， 好的，稍等就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坐巴士同时，我们看到什么就要跟爸爸讲，引爸爸回家的路。爸爸有办法抱啊，爸爸下斜坡啊。你会觉得我很烦？爸爸出街啊，玩玩一玩，有的都 OK 喽。啊，落车，老豆，又翻屋企啦！我们回来啦！老豆翻到嚟屋企啦！我都怕咯，老豆翻嚟。顺顺利利啊，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 ，OK。
OK， 刚刚跟亲戚聊天，聊到一半我忍不住，我就自己走出去，然后就在我家后巷那边哭了一阵子。跟亲戚聊天呢，才发现，因为我整个过程，我爸在我们面前哦，从来没有说过他很辛苦，他很痛，他一直是避开跟我沟通关于他要走的这个事情。就是在这段日子，我每一次想要跟爸爸讨论，哎，你的墓地要买哪里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我爸墓地，就是我爸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我一直觉得我爸接受不到他要走的这个事实，甚至是我跟他假假套了话，我很想要懂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已经进入了末期？因为医生也有讲了，剩下几个月啊，这样子的话都有听过，我爸是一律拒绝听跟逃避，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爸是在逃避。就我爸只能躺在床的时候，我就坐在八个边找话题聊啊，我就问啊，究竟人走之后系地狱系咪啊？即系有地狱啊，定系有天堂啊？啊会去边度咧？我爸是直接唔好讲。所以我一直有点担心我爸不甘愿要走的心态，我很怕我爸会这样子不懂自己走了。所以我刚才跟亲戚聊天的时候，我之前不是有 post 一个我的亲戚来我的新家了，其实那个是借一个意思，想说让我爸那边的亲戚来聚一聚，这样子给他有一个新年气氛。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呢，跟这帮亲戚是会玩牌，所以是很热闹，我爸也很喜欢这种气氛。原来那天是我爸主动拿牌出来跟大家玩，然后我的堂哥就 feel 到了，他讲他那天就 feel 到我爸是懂自己要走，所以才会想要拿牌出来跟大家玩。还有就是我爸只能躺在床上的这段期间，他来这边带着我爸的哥哥一起来，也就是我阿爸啦，一起来的时候，他还主动叫妈妈拿旧的照片出来看。这些都是我不懂，因为我一直很担心我爸不甘愿走，所以我刚才知道这两件事了过后，我就当场直接大哭出来。原来我爸一直都不想让我们担心。我爸3年半，从最早期发现肝癌只有3 cm 而已。我们今天做 CT scan， 明天报告出来见医生。隔天呢，医生就打来，就问我爸：“你明天可以动手术吗？”我爸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全部西医的治疗方法一律拒绝到完。首先有两个点呢，第一个点就是可能是我的其他的亲戚，包括我爸爸的好朋友，走西医的治疗到最后呢都挽不回生命，而且看到整个过程每次要跑医院进进出出很辛苦。第二呢，就是他完全不想要给我们家人有任何的负担。我现在想回去才发现爸真的很伟大，如果是我的话，3年半的期间一路拒绝到晚所有西医的治疗，给我都做不到。我爸真的是不想让我们家人被他造成任何困扰，我做了这个勇敢的一个决定。我们还有一次是已经不能开刀了，把他那个瘤是在大概7 cm， 还不会很大，医院可以让我爸 volunteer 用 taste 治疗，再加 immunotherapy， 就是暂时治疗肝癌最有方法的治疗。之前呢都是只用 taste 或者是只用 immunotherapy， 把连两个一起用的从来没有试过，所以他们要做这个 testing， 可以让我爸去接受这个治疗，完全免费，是政府医院的一个 testing 的一个 campaign， 我爸是有资格去拿这个 plan， 然后我爸也是拒绝。所以我们这3年半都劝过很多次爸爸去西医，去西医，去西医。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为什么不去，我爸不想造成自己家人任何的困扰，真的是很伟大。然后也确实呢，这3年半我爸得癌症的期间，只是在最后的
两个月半到三个月开始脚肿，开始需要有家人的照顾。坦白讲，真正让我们比较多负担的是在最后的一个月，就一个月的时间。确实，我把做这个决定是把家人的精神付出减到最少。收到，这个上衣我根本是明白。Thank you。所以说好，我在这个包不哭了，全程没有哭。到最后哭，我就走去家后面。我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是看到妈妈，要看看我妈妈先。叫我令啊，是啊，蒸锅水果，我都发不起啊。妈，他们讲哦，米缸啊，在7天，7天爸爸有可能回来。是米缸放平哦，你会看到他的手掌印。没。然后啊、哦，试试看。然后门口可以放粉。然后你会看到他的脚怎样？你想要看吗？我蛮好奇的，因为多美多有做，真的有。给阿妈，给阿们讲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。谢谢大家的爱心，有心哈、哦，谢谢你们。OK， 给阿 ，See you in the next one， 拜拜。最后呢，我在看这。我的这个 vlog 就突然有一些灵感，想要写一首歌给我爸爸。我决定啊，写一首歌给我爸爸，来让他知道有一个一直在玩音乐的孩子，通过音乐来表达对你的思念。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来，所以这几天我要努力的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出来。现在就这样开始 ，Let's go。我刚发了一个 post， 看我去 vlog。然后想回那只飞蛾在我脸上，我就觉得爸爸像是那只飞蛾，它停留在我哥哥衣服上，然后再飞去我姐夫的手臂上，然后再飞到来我脸颊。我当下真的有觉得，爸爸像是跟我们家男丁说要好好照顾这个家。我也上网找啊，这个蛾叫做 Amata Hubneri， 你看，跟在我脸上的一模一样。它也叫做黄蜂蛾，所以我会用这个感受来写成一首歌。